贝儿啊，你听到了吗？你知道你的班级对吧？啊，知道。别这样嘛，小宝贝。我知道到新学校会很难过，可是你能适应的。爸，你只让我在不同高中转来转去，我爱高谭市，我就快要终于找到我的，我的小组。你的小组？对，就是我的队伍，我的组员，我的那帮人物。哦，你的小圈圈，小圈子。 我的团队，我们到了大都会市高中，太漂亮了！不要担心，小宝贝，你会找到你的新小圈圈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因为我没做的事受到惩罚。Kara， 我们已经听到你说你没有做了，我们改变一下想法。 不要把去新学校当成惩罚，把它当成一种冒险。这可以帮助你成为最棒的 Kara。身为你的合法监护人，我们有责任协助你控制冲动。不要气噗噗嘛。对啊，只要生气气就输喽。我叫 Barbara， 我是 Carrie， 我是今天新来的，你在这里很久了吗？这里是啊，谢了，拜拜。谢了，爸比。咦，你忘记你的书包了？谢了，爸比，拜喽。傻眼哎，真诡异。我一个惨淡的人生，笑死我了。 明明是这样吗？哦，拍谁呢？操！我说了，我不相信Lincoln军团，他们的手段太极端了。这又不是我定的规则。拿去号，我不想要。不行 ，Jessica， 他们要的是你。哎，各位。 看看我新的虚拟实境眼镜，那个主播称呼他 Wonder Woman。他把巨怪打得不要不要的。哇，大都会是到底有多少个超级英雄？不知道，我会找出答案的。哦哦，还有星期四，他会带领军乐队开始征服宇宙，全分啦！哦，是吗？他还要在星期五的星际朱丽叶里扮演朱丽叶。 我的导演处女作画完美的不得了，拜拜！哦，耶！戴安娜这个礼拜应该会忙得团团转，到底有谁会是她的对手啊？啊！啊！ 好了，大都会是高中，放马过来吧！哈哈哈哈哈！离他远点，你这个流氓！我的头发。 通通停下来！你们五个，跟我来。留校查看，第一天上学就这样。希望你们有很好的辩护律师。你想怎样？告我，因为我丢的比较准吗？哦，我就知道马铃薯是你丢的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你丢的比大家多。郑重声明，如果我冒犯了谁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哎。
我们找到他，在街上闲晃，居然翘课，才第一天上学就这样。进来跟其他的不良学生一起反省。我去查你是哪个班的。 所以呢，这就像是一个部队的战士要通过地面道路指导黄龙一样，是谁说一定要把卫生纸挂在上面的？谢谢。冠军，我们拿到手了，呆瓜。嗯，其实。 我对你要怎么样挂卫生纸是没有什么意见了。如果你想放上面，我凭什么批评你？如果你喜欢放下面，嗯，那么也没关系。哦<笑> ，Steve， 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高论，你真聪明。各位，他是不是很聪明？我认输。是高贵的伊美拉白昼女神把珍贵的点金石赐给我的人民，把盔甲的基础金属变成纯粹闪耀的黄金，来纪念光辉的太阳。真是太夸张了！凭你对古化学城市的了解，我们绝对会赢。达耶呢？达耶呢？